台湾男星林志颖虽然已经45岁，但系就人老心不老。呢日就喺社交平台铺咗自己玩空中跳伞嘅相，仲留言话要将想做嘅事完成，偶尔要疯狂挑战一下，令生活更加精彩。因为冇人知道仲有几多个下一次。相入面见到小智喺教练嘅陪同下由飞机跳出半空，而小智笑容满面，仲高举拇指，似乎一啲都唔惊。不过一直有玩开专业赛车嘅小智，其实都算系大胆之人。去年仲率领旗下车队在2018中国圆形车耐力系列赛上海站胜出，所以玩空中跳伞当然不会难到他了。